服务人群，发挥同济精神，举重之手，服务人群，发挥同济精神，建立永恒友谊，和谐团结，各尊奉献，利他之承诺，信守不渝，建立永恒友谊，和谐团结，各尊奉献。魏秀如，区主席曾启刚。6月17日，好，请把手放下，请向后转。在座的我们同心，谢谢会员，好，代表诸位来致辞。